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俄罗斯科幻大片《莫斯科陷落》。故事的开头，一场50年一遇的流星雨即将划过莫斯科的天空，这让莫斯科的民众都十分兴奋。女主阿美是军方总司令的女儿，标准的白富美。在阿美的爸爸看来，女儿的男朋友阿强是一个小混混，所以她拒绝了阿美提出要和男朋友看流星雨的要求。不过虽然她非常反对，但也没有做啥实质行动，所以守在楼下的阿强一看阿美的爸爸离开，就一通电话把阿美叫出来，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去看流星雨了。两个人到了阿美的闺蜜阿丽家的楼顶，和阿丽会合了。不过真正对流星雨感兴趣的似乎只有阿丽，因为阿美和阿强坐在她身边亲得不亦乐乎，兴许是这狗粮太油腻，搞得阿丽有点尴尬。她拿出自己家的钥匙递给了女主，而这正合了阿美和阿强的意。他们接过了钥匙，迫不及待地开了阿丽家的门，上了阿丽家的床。但是举着望远镜的阿丽却发现，比流星雨更醒目的是天空中一架架战斗机。原来军方发现，在流星雨当中有一个炫酷的 UFO 正在靠近地球。他们不愧是战斗民族，发现 UFO 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打了几发导弹把它击落。而这不打不要紧，这几导弹下去，飞船砸向地面，先是把阿丽砸死，再是像一柄镰刀一样将一排大楼拦腰削断，使成无数人丢了性命。最后飞船冲进一个体育馆里才停了下来。军方当机立断，派出阿米的老爸，也就是军方总司令，还有一个菜鸟记者去飞船边上和外星人谈判，了解他的意图。结果记者被吓破了鼠胆，语无伦次地说了几句话就晕了过去。不过阿米的老爸毕竟是总司令，仍然十分镇定地与外星人沟通。外星人用标准的俄语对阿米的老爸说，人类不要再靠近飞船了，否则会有更多人丢掉性命。于是军方决定先不要轻举妄动，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，于是就封锁了飞船所在的区域。再说阿美和阿强吧，因为在飞船砸下的时候，两人正在房间里你侬我侬，所以他们在这次事故中幸存下来，被送去了医院。而在医院里悠悠行转的阿美听闻自己的好闺蜜阿丽被飞船砸死，非常悲痛。为了给闺蜜报仇，她偷了老爸的枪，和阿强还有她的狐朋狗友们组队去杀外星人。几个人在重重封锁下神奇地找到了一个地道，进入了封锁区里。为了保证自己女朋友的安全，阿强给阿美找了一辆车，让她缩在车里先苟着，然后他就带着自己的狐朋狗友们去找外星人了。不过可能是在车里太无聊了，阿美决定去闺蜜阿丽曾经的家看看。而就当她在断壁残垣里看着阿丽曾经的照片伤怀的时候，外星人阿帅爬了上来。惊慌失措的阿美对着阿帅就开了一枪，不料却被枪的后坐力弄得连连后退。危急时刻，阿帅拉了他一把，救了他一命。不过阿美的尖叫引来了阿强他们，他们几棍子把阿帅打下了楼，然后兴致勃勃地冲到楼下，却发现楼下只有一副空铠甲，铠甲里有鲜红的血。就当几个人围着这个战利品目不转睛的时候，只有阿美发现了在不远处被厚厚的灰尘覆盖的阿帅。此时的阿帅与普通人类看起来别无二致，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。这时军方听到动静赶了过来，几个年轻人急忙抬起铠甲，溜之大吉。逃离之后，大家把铠甲放到阿强家的车库，就各回各家了。不过被阿帅救了的阿美有点良心不安，于是悄悄返回，把阿帅抬进车里，凭借着军方总司令女儿的身份混进医院，利用医院的设备按照网上搜的急救方式救了阿帅。一开始阿美不能原谅他害死了阿丽，看他康复就把他赶了出去。没想到阿帅因为举止怪异被抓进了警察局，于是阿美只好赶到警察局，利用自己老爹的名号把他保了出来。出来以后两人去蹦迪，萌生了爱情。阿帅利用意识让阿美看到了自己的星球，并且告诉他要想回去就要借助能量球的力量。而阿美想起那天能量球被军方带走了，于是就偷了老爸的身份卡，从军方那儿大摇大摆地带走了能量球，然后两人就被通缉了。看到新闻的阿强打电话问阿美发生了什么，结果被阿美分手了。气急败坏的他带着兄弟们去教训他们，结果在打了阿美一耳光后，被抱起的阿帅摁锤一顿。混战中一个兄弟被另一个兄弟不小心开枪打死了，几个人落荒而逃。而愤怒的阿强把兄弟的死推锅给阿帅，煽动一大堆人去围攻飞船。
另一边，被老爸抓住的阿梅以死相逼，换取了把阿帅带回飞船的机会。不料，两人却被穿了外星铠甲的阿强追上了。凭借铠甲的力量，阿强战斗力爆表。就当他要杀掉阿帅的时候，阿美及时出现，开着车把他撞飞了。掉出铠甲的阿强看到抱在一起接吻的两人，怒火中烧，捡起枪就把他俩突突了。好在阿美老爸赶到，制服了阿强，然后带着阿帅与阿美进入飞船。在飞船里，两个机器人将他们放入一个透明箱里做 SPA， 然后他们告诉阿美的老爸，阿帅牺牲了自己永恒的生命，就为了让阿美复活。最后，飞船带着阿帅离开了地球，复活的阿美留了下来。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部电影在宣传的时候被称作俄罗斯版独立日，但是利用如此宏大的题材拍摄出的故事却显得有些狭隘，但是该片的特效的确是一绝，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哦。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，请点赞关注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。